好了，我们先讲一下这个 Double L 好了。Double L 现在那个谁可能在上班呢？那个大陆那个毛鼠应在上班，所以他可能下了线再看好了。这个很重要，你看啊，他总共丢了三个骗子呢，三个图档就对了。这个他自己，我们先看看他唱的歌，这首歌了，这首歌先听他唱一下子好了，然后。等下再回头再讲一下子。这些东西奉献给上帝的，所以他进步神速啊！因为他这个，你看看他现在重点来了，他总共丢了这个，他丢了三个图档，对不对？那三个图档的话，我就是要这个毛鼠音呢，就是如果能够在的话，你就好好看一下子。他这首歌曲目是献上感恩嘛，对不对？然后啊，这是他所谓浓缩啊，也就是他把它写出来，就是把它整理出来。你们以后写谱啊，一定要这个样子，要像他这样写。这样你看他像和弦这样写出来，对，前奏他当然可以省掉啊，然后那个这个速度也写一下子，然后曲式也找出来。对，我一直强调 A A B B 到 ending 再来一次，那个因为他现在用G调嘛，对。然后他现在是 A 段哦，咪咪瑞哆瑞瑞西手瑞哆哆西拉西手咪西咪西拉拉哆哆哆拉手哆哆哆咪瑞哆瑞咪，然后这和弦嘛，这样哈 A 段哦 ，A 段基本上他把它写成四小节嘛，对，四小节哆咪拉咪发哆，然后这边呢很不错。这个代用和弦很好啊，这个发抖升瑞啊，不升拉的和弦呢、啊、就感觉上啊，他用升拉的和弦，对不对？就很刺激啊，本来通常很正常是发抖瑞手，对不对？发抖瑞手，可是用升瑞的音啊，这个代用一下很刺激就对了。升拉的和弦有里瑞发嘛，有瑞的音啊，所以常常啊里瑞发用瑞曼娜的和弦常常用这个来代用一下，很听起来很刺激就对了，很好。然后发抖，然后再离手，这样子看一遍。然后所谓 A 段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今天这个毛的就是说，你一定要听这一段，你才会写谱，才会。我一直强调说，这个和弦要自己写，自己把谱整理一下子。
你才会有概念，懂不懂？你等一下，我再把它总共丢了三个谱嘛，然后原来的谱，我再到时候你们才知道，这样写完之后，你才会整个概念才有呢。哆咪拉咪对，发哆里嗦这个 A prime， 然后再来 B 段哦。嗦嗦嗦嗦哆瑞咪发发发发西哆瑞咪咪咪咪咪咪拉西哆瑞哆瑞嗦瑞嗦，那一样东西对不对？然后再瑞哆嗦，那再看一下哦 ，B 段咪拉瑞嗦很漂亮啊，和弦进行公式很漂亮哦，然后再来。Do major seven 拉 minor 也是一样取代一下子，非常好，就 Day so Do la re so 就对了呢。再来 Mi la re so Do major seven Do la 就 Do la re so 就对了，这样就很漂亮，就是写出来就很漂亮。然后这边呢，它 ending 的话当然是自己，它不管怎么样就是所谓就结尾，反正原则的曲式是 A A B B 就对了。很简单，就干这样整理完之后就很清楚，你不管你怎么排练就对了，你不管是什么那个怎么什么组合，什么 AAB 啊 BB 啊，或什么这边几遍两遍三遍都可以，你反正你总共是他这个曲式这样 AABB 随便，你到时候你当个琴师的话你就有这个概念了，就很容易应付这样的。好，你看啊、哦、这样不是很好吗？很好记啊。然后你再看一下啊、哦，他记了两份对不对，就是三份了、啊、这个是他自己写的，而且我是鼓励同学一定要这样写。然后你如果看到原谱的话是这样的，好，这个是一份对不对，一份原谱，这就是你们所看的了，你们所看的大部分你们看到的谱就是这个样子，重点就是这些啊、哦、你看啊、哦、这个你看人家他的谱就这样子，他也是速度对不对，现在就大部分都是五线谱嘛，然后上面用简谱，然后这个上面 Henry Smith 就表示这个人作者歌名，然后就这样写啊，咪咪瑞哆瑞西嗦瑞哆西拉西嗦咪西拉哆哆拉嗦哆哆咪瑞哆瑞 OK 好，这第一段对不对？好，你想想看哦，你这样的话，你如果照这个谱看对不对？哦，这个教授也来了哈、哦。教授跟他们都是我跟你讲，教会的这些人哦，他们写这些会进步很多、哦。你不要小看，我看我所以说我看那个进步最多就 Double L 呢，还有教授也是进步很多呢。就是他们常常写，常常整理，就照这样写，越写越进步，懂吗？然后你看到他这样子，他这个看这个谱呢，都。哆咪拉咪发，那这边就等于说是这个什么，哎，它是什么调？ G 调对，咪发，但这种是要 slash chord， 也就是这个是咪啊。大家顺便看一下 slash chord， 就表示上面表示和弦了，都 bass 用都 bass 用 B 用 C 就对了。Bass 用 C 啊，Bass 是 Mi 啊、哦，所以说你要 Mi 啊 ，Mi Re， 这边就是代用和弦了，就这个 F 和弦就代用和弦了，就是 Re So。可是你这样看的话，你想想看哦，你今天就他们教会常常很多琴师那些都是。开玩笑，都是留学的科班出来的很多、啊。可是你问题是你叫他把谱拿掉，他根本就完蛋了，妈，把就换了一个或者是换了一个调。你说我现在唱 F 调，或者是唱什么调，我保证他们是满头大汗的，你知道，懂吗？这个题就所以说我讲这句话，你们回去有些懂，有些听得懂，有些可能是根本没办法懂。那你可以再三的这个再拿出来听听看，就说今天他们那个教会的很多事情呢，都是科班出来的，很多都是留学回来的。然后你他们看这个谱对不对？你像现在是这个谱是G调嘛，对不对？然后他就照这个弹，
那和弦进行哆咪拉咪发哆代用和弦 re sol， 你要反应很快哦。那问题是，你今天如果把谱拿掉，他们就已经开始就已经很忙，就已经很乱了，就对了。那你更何况你说今天换个调，他就更糟糕了，满头大汗了。那你今天如果说，你用这个自己整理过的，你用我教的这种牌子，这种写法，你看他那个，你看他这样写，你管你什么调，你就马上应付很，而且你整个那个整个状况都在你的掌握中，哆咪拉咪发哆哩嗦的全部背起来了，你什么调你就很快就会进入状况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方法，你们一定要真的要去执行，必须要自己执行，你才能够知道。那尤其是对这个想要作曲的人啊，这个观念啊，什么东西的，记住啊，我讲的这个，你们一定要彻底去执行。任何歌都要自己写谱，自己整理完之后，然后有个曲式，最重要曲式。你看他现在曲式都找出来 ，A A B B， 对不对？那你想想看，你如果看这个啊，你看他的谱啊。看他的谱，你要找个曲式找出来多难啊！你看这边，然后这边你看横的三小节，然后这边又是四小节，看到没有？然后这边又一小节，基本上就是八小节。可是他谱的话，又是编排的五线谱的时候啊，他排版的时候也是排不下去的，他排就三小节，然后这边四小节，然后这边又跑出一小节出来，事实上就是八小节嘛。这是第一段 A 段，然后这边二房就跑到这里来了，对，你看这个谱这样转来转去，那把你头都搞死掉了。然后在这边，然后这边照这里才是副歌啊，副歌是咪啦，然后西纽扣打，对不对？这边常常跳到西纽扣打，哎呀，把你们光是看这个、啊、就看的头都晕掉了，而且搞不清楚方向的。懂吧？我今天只是举这个例子啊、哦，所以说这个毛的他们这个，而且是其实是对大家很重要的观念的嘛。你们一定要学好和弦啊，或者是曲式啊，一定要自己写，自己要亲身下去写。写完之后呢，然后拿上来我来改一改，这样你到底写的对不对？那现在这种是因为像这个谱是已经有和弦了嘛，所以他那个他就是参考一下的。但是参考也没有用，你还是要自己写出来，这样的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好，再看一下另外一张哦。这也是嘛，就是这可能不同的那个排版，这样的我把它转过来一下。哦，这样子看很清楚，一样的道理。你看，他这两张都是一样，都是三，一个是，都是一样，排版是一样，所以他们这个就印过来的。这两张都是一样的，一样的东西，对，对，是一样的，对，懂吧？你们要体会一下子，我讲的这个，所以说这个 W， 你看精神多好。他就是把这个拿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的。我现在讲了半天，可能大家都想象不没办法体会嘛。你看现在 W 他就把这个谱，对不对？原来的谱弄出来，然后我再讲，你们就知道了。一定要这样做的。所以进步最快的就是这个 W， 一定要这样试试，越写越好的。还有这个这边教授也是很厉害的。那我跟他那个跟教授讲嘛，我说那个他把每一首这个教他每天都写出来，对不对？集结成册，然后奉献给上帝呢，然后放在那边给大家看的嘛，就是有私情的人，对不对？拿上来看一下，对，等于说你的贡献这样的，你再也不要看这种谱啊，这种谱的话你会头皮发麻，懂不懂？你换了调。或者是叫他记，他就记不起来就对了。那你们写完之后，你很容易记啊。像那个谁啊，那个
你看他写这个调子，对不对？写的这个很好。这样我再问大家一下好了，现在G调嘛，对不对？原版G调。那如果说今天男女生其实不太一样，对不对？那个，你看啊，这个像这首歌的咪咪瑞哆瑞西嗦瑞哆西啊西西嗦，啦啦哆啦嗦哆的哆的，然后再看看最高音，我们找最高音好了。嗦嗦嗦嗦哆瑞咪发发发发西哆瑞咪咪咪咪咪咪啦西哆瑞瑞嗦，大概最高音是。大概最高音是收就对了，我目前看的就是收，对不对？收，你看再看一遍，再看一遍。咪咪瑞哆瑞西，哆西啦西哆里哆啦哆啦哆哆哆哆滴哒哆哒滴。收收收收哆瑞咪发发发发西哆瑞咪咪，所以说最高音是收了，而且音还蛮高的，都在那边弹。那所以说呢，这个，这个刚刚那个谁啊，这个 Double L 他唱 G 调啊，相当高了呢，以女生来讲相当高了，那样他弹，在这边很高，很深。很高，这边最敢说。这首歌啊，这首歌他弹 G 调啊，其实这首歌 G 调是男生唱的嘛，都在那边，男生唱 G 调是很舒服的，唱起来很舒服。女生的话，其实降 E 调或者是 F 调这样才可以。所以他你看他上面写的，这个是 G 调，像他这种谱，他 G 调，这个其实是给男生唱的，男生唱这个正好，唱起来很爽。可是女生的话。女生的话应该唱降E调或者是低调，这样子就可以了。所以你们也要懂得这个如何伴奏呢，就是将来你们反正当琴师，对不对？你假如说你我上次讲过最高音怎么判断，假如说男生的话就是一般男生唱的是普通是这样咪的音嘛，女生是这个音呢，最高音这个音这样子。那你假如说这个男生啊，这首歌最高音是嗦嘛，对不对？你就男生唱的时候，你就把它丢在这边，嗦。所以因此呢是 A 调，懂不懂 ？A 调，而且 A 因为这个都在高音部分，噔噔噔一大堆，对不对？所以你应该男生的话就降个调给他 ，A G 调给他，所以是 G 调是最适合的。可是女生的话呢，最高音在这边呢，你把最高音丢在这边嗦。所以女生的话，基本上唱个 E 调是还不错的。E 调是可以的，E 调是可以的，但是E 调有时候不是很普通的
就是一般就是有些人不太会弹，你就降E调，就是E调，你如果不会弹的话就降E调或低调这样子，或者是 F 调， F 调就已经很勉强了，女生唱得很高了这样子，对不对？所以说这个 Double L 用男生调当唱得很高很辛苦这样。像稍微有点概念了吧。好啊， Tina 现在 Tina 都是很晚进来的， Tina 人在意大利的，他每天还要这段时间可能是要意大利，现在不知道都什么时候，他可能要去接小孩子还是什么东西的。